淡琴看着程娇娘起身向内室去了，忍不住看向还半跪坐在原地的靖安郡王。似乎对于程娇娘的猛然起身走开有些意外，手还保持着伸出的姿态，看上去有些尴尬。半琴忍不住握住手，咬住下唇踌躇一刻，他上前一步低声说，殿下，我家娘子她她说话没别的意思。话没说完，竟然郡王已经向内去了。他丝毫没有听到半琴的话，问道，不用李太医看的话，吃一碗茶药汤如何？半琴也不再说话了，看着进了内室的二人稍微松口气，又蹙起眉头。素心被门外听到动静的侍女叫来正进门，她有些紧张地问，怎么了？半琴有些不知道怎么说，说有事儿她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说没事儿吧，看样子又不像是没事儿。他拉着素心的衣袖低声说，姐姐，殿下让做药茶汤来。殿下让做，不是娘子？素心眉眼有些惊讶，看着半琴有话说，便忙跟着他出来了。就这样，听了半琴的讲述，素心反而更惊讶了。半琴点点头，他带着几分担心地问，这算是吵架了吗？这算是吵架？素心说，不算是吧，娘子不是说了吗，只是不喜欢殿下叫他阿坊的，以前就说过的。说着点点头，伸手拍了拍半琴，你别多想了，娘子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说什么就是什么的。半琴稍微松口气，忍不住回头看室内，希望郡王殿下也别多想。屋子里一如既往的安静，但气氛还是有些不一样了。靖安郡王看着在卧榻上坐下的程娇娘，张口说道，我……话没说出来，靖安郡王已经先一步过去，伸手将枕头摆好，他带着几分担忧说，你躺一躺吧。程娇娘看他一眼，躺了下来。他再次开口，我想自己。惩罚，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靖安郡王还是先一步开口了，他在卧榻边坐下，带着几分歉意说，我想成亲了，提着你的名字喊总有些失礼。那还有小名呢？靖安郡王伸手去拿一旁的扇子，借此移开视线。他语速很快地嘀咕一句，我不想叫他们叫你的那些。拿到扇子便坐正身子看着程娇娘，那我记住了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说着话给他扇扇子。程娇娘看着他一刻说，只是一个称呼而已。称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称呼的人。眼前这个人不是杨善，他不能做这样无理取闹的事。
生娇娘对他笑了笑，说道：我以后也不会这样了，你喜欢叫我什么那就叫吧。靖安郡王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更多的是惊喜。我以后不会这样，这句话是道歉吧？我以后不会这样，这句话是道歉吧？他竟然会道歉，看来也不能总是顺着的，如果让他自己一个人静一静，自己就这样走了，估计这件事便就这样接过去了，他不会再提，也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靖安郡王脸上笑意散开，手中的扇子摇得更轻柔。你这样想也不对。说到这里，将手推了推他，带了几分随意地说：往里点，让我坐上去。程娇娘看着他：你可真是……他轻声嘀咕一句，起身往里挪了挪。没人敢这样缠着他吧？竟然晋王心里带了几分得意，那是他们不知道他的脾气是多么的好。他假装没听到，盘膝坐在卧榻上，手里继续摇着扇子。他说：你怎么能说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呢？难道我是那种我喜欢就不顾别人的人吗？说到这里又愣了下，他又点点头：好像是。要不然也不会把打死的人扔到别人的门口，甚至还故意吓唬太后娘娘了。这就是他喜欢才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。他又换了句话说：难道我是那种我喜欢就不顾你的人了吗？程娇娘微微有些愕然地看着他，扑哧一声笑了，原本木然的神情瞬时绽开，一双大而黑的眼便闪闪发亮。他很少被逗笑，大约也是没有人会逗他。靖安靖王忍不住伸手抚上他的脸，他说：惩罚，你别不高兴，你不高兴了我就有些害怕。程娇娘身子微微僵了下，脸上的笑便凝滞，但旋即便恢复如常，似乎脸颊并没有一只男人的手抚上。我没有不高兴，我只是……说到这里他停顿下，欲言又止，也是他从未有过的。靖安靖王扔下扇子，另一手也伸过去捧住了他的脸。他问：只是什么？虽然这动作有些古怪，但他问得很认真。只是我从来没有高兴过，从来没有高兴过。虽然常感叹他比自己惨，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开口说过半点。此时这么一句话，简单的连抱怨感叹都算不上的话传入耳内，靖安郡王只觉得一阵心悸，同时还带有几分欢喜，就好像小时候六哥第一次对他伸出手，抓着他奶声奶气地喊哥哥一般的感觉，那是被信赖的感觉。靖安郡王的心便有些鼓囊囊的，看着近在眼前的白润的脸、修长的眉、明亮的眼、小巧的嘴，忍不住就俯身贴了上去，就像当初抱住小小的六哥一样，
想要亲亲他，温润的唇贴到面颊上，柔和和微微硬舌的肌肤碰触，让原本都无意识的二人同时打个战栗，身子顺势僵住了。这跟当初亲六根的感觉不一样。晋安晋王咀嚼的身上被泼了一壶油，又点着一把火，噌的一下血都沸腾了，在身体里乱窜，人也坐不住，就是压了下来。他想起来曾经抱住过他，那种感觉虽然极力压制，但偶尔深夜的时候还是会想起，让他辗转难眠一刻。此时此刻跟曾经站着抱住的感觉又不同，被压在身下的身子就如同柔软的锦被一般。晋安郡王喉咙里咕咚一声，口中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喃喃，伸手就窜向身下人的腰，贴在面颊上的唇就毫不犹豫且准确无误地滑向成娇娘的唇。蹲在窗下的半琴和素心也如同被人迎面打了一拳，径直就向后跌去，有些狼狈的却不敢做出声响的手脚并用的逃开了。同时身后响起咚的一声，但半琴和素心根本就无暇理会了。在一旁的树下镇定，二人对视一眼，看着对方红透的脸，素心结结巴巴地说，就说了别担心嘛，夫妻嘛，床头拌嘴床尾和的。半琴要说些什么来应和一下，却说不出来，红着脸笑了。素心瞪眼说，以后别拉我干这种事儿。半琴不说话还是笑，素心也忍不住笑了。二人正笑着，门外景公公急慌慌地进来了，他口里喊着，殿下殿下。半琴和素心吓了一跳，忙伸手去拦着。景公公皱眉说，我有要紧事要说。半琴红着脸说，殿下和夫人忙着呢。他们有什么忙的？景公公急得跺脚，不由分说推开拦路的丫头，别闹了，真是要紧事儿。他虽然自小进宫残了身子，但功夫并没丢，两个丫头哪里拦得住他，轻轻地拨开就越过迈上台阶。素心和半琴惊慌不已，还好景公公并没有直接闯进去，而是站在门外施礼喊道，殿下殿下。听到这一声殿下，坐在地上有些狼狈的晋安郡王忙站起身来，逃也似的出去了。走出内室，晋安郡王又有些后悔，不知道这面色怎么样，衣衫可整齐，应该先进净室整理一下。景公公又是个婆婆妈妈的人，不过就算他要问，自己喝止他住口就是了，在自己屋子里衣衫乱不乱的又有什么。他这边胡思乱想，景公公透过帘子看到他，不待说话便急忙进来了。晋安郡王就更不好转身再去净室了，景公公却并没有跟往常一样先观察他的脸色形容，而是急急地开口了，殿下不好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归来的陈少正重重地将茶碗撂在几案上，他带着几分不悦说道，有什么不好？你还问有什么不好？陈夫人有些委屈，进宫陪读也不是没有过呀。
说着又带了几分赌气。老爷既然说不好，那我就告诉十八娘，不让十九娘去了。哎，进宫陪读自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此时做这件事不好。如今太后正给太子选妃呢，丹娘的年纪也该回避了。陈夫人恍然，旋即又笑了。哦，老爷忌讳的是这个呀。说着重新给陈少添茶。就算太后看了丹娘喜欢，我们不同意也就没事儿的。太后如果有心的话，自然会问老爷你的。难道老爷是那种不敢回绝太后的人吗？别说回绝太后了，不会陛下的事儿他也没少干过。陈少接过茶，眉头皱了皱。只是如果……他要说话，门外侍女急不进来。老爷，老太爷，请你过去说话。陈少忙停下话，放下茶碗说：我换了衣裳正要去。他说着，因为陈夫人说了太后赏赐丹娘的事儿，才耽搁了一下。刚要迈步出门，家里的管事又急不进来了。老爷，宫里传旨了。陈家接宫里的旨意并不稀奇，因此上上下下都没什么惊慌失措。不过这个时候传什么旨啊？而且一般所谓传旨只是做个样子，传旨的和接旨的都已经提前沟通过。陈少皱起眉头，这样突然一点消息也没有的传旨是传的什么？什么不好了？靖安郡王皱眉问着，一面伸手不经意地理了理衣衫。景公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这个小动作，忙说道：太后下诏定了太子妃。靖安郡王一怔，立刻紧张地问：是谁？但有个声音比他更大。下诏？程娇娘问着，声音传来时人也走了出来。靖安郡王便顾不得自己的话，忙转身看他。程娇娘看着景公公，再次问道：你是说太后定太子妃用的是下诏？还越过丈夫说话，真是失礼的。景公公心里不满的嘀咕，冲程娇娘施礼：太后娘娘下诏选定陈少陈相公家十九娘子为太子妃。他着重回答靖安郡王的话：陈家？靖安郡王神情惊讶，而程娇娘则神情沉下来。他慢慢地说：下诏啊。正在厅内的陈老太爷手一松，那柄长弓就落在了地上，重弓撞在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，让里外的侍女都惊讶地看过来。陈老太爷面色微微发白，他喃喃地说：下诏。千真万确，是陈家十九娘。半晴和素心站在门外，听着从厅内传出的声音，二人脸上的红晕早已经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苍白。陈丹娘要当太子妃？当太子妃是天大的喜事，但是现在这个太子是个痴傻儿，
这嫁给一个痴傻儿绝对不是一件喜事，怎么会是陈丹娘呢？